子枫，我是最酷最帅的王俊凯。你念念不忘的，从来没给过回响。听个眼红几百次，其实是在同自己失恋，跟旁人谈起。少年人怎样和尘闹，让你觉得危险？说他们把相见都变成爱情盛宴，一个眼神就能让瞬间延长永远。说以为他们能如此走过余生几十年，不相信关系的善变。而现在只你独自失眠，没心的梦可追，只有看过万次的旧照片。可能他也有怀念，但是你已无从发现。可人总要丢掉些纪念，是身不由己还是突然厌倦，你无从分辨。只能接受的是没重逢，只持续性再见。你故地重游，庆祝纪念日来编撰剧本，实际故事只是在你的想象里发生。那没有谁的台词让你认定下，还是着钻进旧印象反复重温。很害怕再看到亲密少年，才过于像他们，没勇气再心动，却为某个动作慌神。你还记得当时太暧昧气氛，仿佛在现实主权的眼神，总是梦见也只能梦见没有下文。只有你与难平总不肯抽身，奢求还有后续自欺欺人，时机早结束再了